能够呢小朋友呢从小呢就让他能够学习到我们的这个双语哈，能够跟国际接轨。那先从呢这个小时候的开始，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所以连县政府县政的推动啊，对我们的双语我们非常的重视。我们的教育处哈，还有我们的所有的校长们，大家都齐心齐力的为我们的小朋友呢这个双语的领域呢能够呢蓬勃发展。所以呢这个情境教室啊，今天呢这个情境教室真的呢这个结合了3C、5G、AI 的人工智慧，那真的身临其境呢非常的棒。所以有这种这个情境教室呢，让小朋友呢很喜欢来学我们的国际语言啊，很喜欢呢在这个情境教室里面呢发挥了它的功能。所以呢今天看了这个情境教室，非常感谢复兴国中我们的康校长很认真努力的这个把这个情境教室弄得这么的棒啊，这些两场行政推动也是重要的一环啊。现在的新完成的600多万的跑道，复兴国中这附近呢社区民众运动的需求非常大，我相信不止学校高兴啊，住在附近的社区民众呢看到这个蓝色的崭新的跑道呢，我想应该会更高兴。我想这个不止满足学校的运动的需求，事实上呢也满足了附近民众的休闲需求啊。真的感谢复兴国中以及各级政府呢那么争取到了经费。那第二个部分呢，看到了这个市町的情境教室，以前要看这种教室哈，大概都要到那种像迪士尼乐园啦啊，或是有些这个科学馆之类的啊，他们有所谓的 3D 的那种场所。实际上现在我们进到这样的场所里头呢，实际上就感受到有那样的氛围。那这样的氛围呢，我相信呢宜兰县应该还可以做到什么，把各校的特色那么让各校来分享。简单讲就是说复兴国中这样的特色呢应该要让宜兰县的各级学校来了解分享。那么一样的道理，如果各校也有相同不一样的地方的特色呢，也应该来做这样的分享。我相信呢这样的话未来的普及呢可能可以落实到教育的真正的生根，或是教育真正的这个遍地开花。我觉得真的非常棒，看到这个就好像当年去迪士尼乐园里头啊，坐在那个 3D 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里头那种感受，很棒，真的很棒。仪式现在开始啊，我们听到鸣枪声之后再一起释放气球，我们现在正式启用，请放气球。好，我们喊一下口号，来一个大合照。复兴国中 PU 跑道站。好，我们听好，我们练习一次哦。我们练习一次，复兴国中 PU 跑道站，预备起。复兴国中 PU 跑道站。用手把它比出来。这样会撞到，这个跑道，现场先做个动作哈，先弄个动作没关系，先往上举一下动作，哎，先对，把花型捆来好不好？放一下，先放下来，然后再举一下好不好？哎，对对，好，来三二，好好做动作就好，好来你们后退，他这样加不能让你震住。对，泄水波度，对，泄水波度有加强，啊，排水也有加强。嗯，有。转弯有排水系统。好，站。对。哇，加，一起往内，一起往内排水。找到是往内排水系统。好，这样。加重。
你总是跑到那里面，所以也后水还会在。要后水，后水比较困难。有一种是很气，对，他们一个初端稍微有点，那个是国际交通，他就天天说，张杰不说了。介绍作品呢，好，谢谢县长，谢谢各位议员，谢谢各位长官贵宾。